身上低边极光。呢套戏里面咧，其实我哋有唔少嘅跳舞嘅成分啦，尤其是系我哋最后尾比赛嗰只舞咧。我觉得 Anson 一跳舞咧就非常之吸引到我嘅眼睛嘅，因为佢嗰个自信啦。Anson 跳舞嘅表现真系非常之出色啦，身为跳舞人咧，我都对佢甘拜下风，我要即刻跪低。每一个演员咧都有本身自己工作啦，咁我哋夹到每次有一至两个钟，咁我哋就可以五个人一起去排啦，咁样。咁所以其实我哋真正排練的時間其實很緊湊啦，我哋是可能練了很多日才可以完成到一隻完整的舞蹈。有一天呢，就是Anson 用了半個鐘或者多少少，他已經可以將我哋學了幾日的舞一次過排咗出嚟，短時間就已經可以記曬成隻舞咯。我自己唔記得啦，我都會望下佢咯，成日偷望佢。我都偷偷地喂，可唔可以教我啊？可唔可以話我知點做啊？個身體點扭啊？喺佢身上係學到好自信，即係好相信自己咁去跳舞咯，係好值得學。我明白教主點解係咁 charming。